我一点都不会怪你。没有，真的没有，阿姨，我一点都不怕。妈，周晓给你买了花呢。阿姨，你看，我给您挑的花，喜欢吗？那就好。真好看，这什么花啊？康乃馨。从来都没有人给我送过花呢。嗯，赵半舟没给您送过花呀？我每年母亲节都要给我妈妈送康乃馨的。当然是养女儿好了，又贴心又浪漫，谁像那个木头疙瘩？他给你送过花没有？没有。真的？哼。那就是说你跟我一样是吧？嗯。哦，送给你。好，谢谢阿姨。好香啊！但我好像收到过花。真的？男的女的？男的，和我一起长大的好朋友，叫蔡雅思。不是，男的为什么要送给你花呢？是不是你以前的男朋友啊？哦，不是，他就是想整我一把，特坏。哎，怎么回事？你跟我说说。就是那次我们在那个舞台上面，你当时这里是医院，你俩能不能安静点？他有时候就这样，特别无聊，是吧？房间挺亮敞的，啊，还行哈。对，仙女散花啦！好玩吗？依纯，叔叔，哎，你怎么不进去啊？我怕打扰到阿姨。这时候啊，估计已经醒了啊，来吧。嗯，这个照片真好。哎，小周，这位是？她是我女朋友周晓。